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一月四号礼拜二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双鱼座，在今天好事成双，参加派对约会顺利。牡羊座的朋友今天是贵人出现，工作顺利，业绩达标。巨蟹座的朋友恭喜你哦，买张彩券有偏财的运气哦，心情非常的愉快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水瓶座的朋友工作加班各种操心，狮子座朋友呢今天是得罪了小人哦，要避避风头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咖啡色数字7，土象星座请你用橘色数字4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2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8。